期待的 K-pop 选秀盛世终于回归。Scoot K-pop 烈星行动第三季进军亚洲五国，一个获得 FNC 巨星级训练的机会，在 Global and Canada 的舞台上演出，推出首张个人大碟，即签约成为 CJ ENN 旗下艺人，星梦起飞。立即登录 K-pop StarHunt.com 参加吧。